样谜养百样人，各国坏毛病让人受不了。见面太亲热，三只鱼的话比我的妈妈。亲子对不对？就我不知道右边线还是左边线，差一条亲到死。西班牙人呢，去餐厅吃饭都会乱丢垃圾。乱丢代表我们很专心的在吃东西。那你怎么不丢在餐厅老板的头上呢？也有，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